OBS 就是直接录出我们在里面，然后把这个跟这个都往里面录，声音的方面都在这个资讯卡录。可是我们要自己按那个开始录吗？不用，好像已经在录了。那其实最后是16:9，最后4:3啊！我还特意把原本做好的16:9换成4:3。我也是啊，因为那个他第一层的资讯上面说，除了两个大字之外，其他都是。喂。是怎么？这我随便在这边动。加上下下图的啦，随便动一下，因为滑鼠有点小。不然切哪里？先切，没有。切哪里？播出来的是那个，现在播出来的是那个。先。右边那个画面动作是觉得很难的，
哎呦，各位早安，那我们的议程将在三分钟之后的开始。各位早安，那非常开心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第一场 GoLand 的议程轨。那我们这次的议程轨呢，非常欢，非常开心能够欢迎到 Circle 来跟我们分享这个议题。那大家一定会想说，哎，这个议题到底是简单是在分是在讲什么？那这边呢，他会先介绍说，其实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在写 server 的时候，我们会写很多。可能会因为我们的 endpoint 很多，我们会写很多用 string 组成很多 endpoint， 然后去表示说，哎，我们的网页要 route 到哪里去。那他这样这次的主题呢，就是在跟我们讲说，我们如何透过 file system 的方式，让我们自动 generate 那些 route， 让你可以更方便的去管理你的那些 HTTP server 的 endpoint。那非常开心能够欢迎到 Circle 来为我们分享。好，我这边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Circle， 然后来自 Code Zero 零码科技的工程师，然后这边有我的一些个人网站连接跟 GitHub， 然后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好，今天主要是为大家会介绍这个，File System Based Route， 然后今天的大纲大概是就是说，我会介绍什么是 File System Based Route， 然后怎么样可以在 Go 上面实现，然后会 demo 一款我开发的工具。就示范一下如何在一个现有的 web server 上面加入 file system based route， 然后最后再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开发这个工具的时候所用到一些技术，然后背后实现的原理等等。现在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 file system based route。就假如我想建一个 server， 然后有以下这些 endpoint， 然后我只需要去建立一些资料夹。再把相应的 HTTP handle 的
Go file 放进去，然后在 compile 之后就可以把这个 web server 就建起来，可以看到就是这边那个 home 的这个 path 这样子。然后 file system based web 可以，我觉得可以带来以下三个优点。包括是代码分离，然后更容易去管理的 route， 然后也更加直观。接下来我会详细说明这些优点。首先要讲的就是 code splitting， 代码分离。这边有一个例子，就是我想做一个 off login 的 route， 我只需要在 off 文件里面开一个 login 的文件夹，然后再建一个 go file， 里面再放一个 post function。然后这样就可以很轻松的去建立一个 endpoint。再来，如果在同一个 endpoint 底下，像这里的 meet bookmark， 我想同时支援 get 和 post 的 HTT method， 这样的话就是分别建立 get 和 post 的 function， 就可以达成我们的需求了。再来第一个优点就是可以更容易的去管理的 route。假如今天我有这三个在 meet 底下的 endpoint， 然后我想把 meet 改成 mine。那我要做的事情就单纯就是把 me 这个资料夹命名成 my， 那就完成了。然后你甚至可以把某些 path 可能拆分出来变成一个 git submodule 之类的，在团队 project 里面，你就可以把不同权限的 route 拆分给不同的团队成员，这样也可以让你的 route 更容易去管理。第三个优点呢，就是更加的直观，就是假如你今天在维护伺服器的时候，你只需要在那个浏览器上面看到你的网址，或者在伺服器的 log 里面看到 path， 你就可以很容易知道这个 path 的 controller 或者 HTTP handler 是放在哪里，就让你去更加直观的去 debug。 就假如今天有一个新加入的一个后端工程师，然后他在 code study 的时候可以更快的去理解整个 server 的架构，然后有哪些 endpoint 等等。File System Based Route 目前在 JavaScript、PHP 等这些 Script Language 其实已经发展的蛮成熟的，所以我就之前就想如果我把它带到 Go， 那会怎么样呢？所以我就尝试善用 Go 的语言特性和一些优点，就开发了工具，把这个系统带到了 Go。接下来呢，我会介绍一下我开发这套工具叫做Route Gen， 是一款自动产出 Route 的 Go Generator。那 route gen 是如何实现的呢？就首先就是根据你想开发的 route， 就是把资料夹建立好，然后再在里面建立一个用来做 handle 的 go file， 然后再把相应的 go method， 像是 get 啊 post 这些就写到里面，然后再用 go generate 这个 go generate route gen 这个 code generator 就可以自动产生相应的 route。这边想特别说明一下，就是因为 Go 就不像其他 script language 一样可以在 runtime 的时候 dynamic 去侦测这些 Go file 所在的 path， 所以这边就需要在 compile 之前或者在 compile 的时候就处理。Go 呢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制，就是 Go generate， 可以让我们在 compile 的时候之前去跑一些 process。像这边我们就可以在侦测route path 之后，然后再产生一些代码。接下来我会演示一下就是 route gen 的一些基本操作，然后就是演示一下如何把一个现有的 web server 改成 file system based。 好，首先就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web server， 就这两个 endpoint， 然后分别是指到get foo 这边就一个很简单的 response， 一个 string 就叫 foo， 然后 bar 就这边就一个 bar， 这样子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server。 然后如果你要使用route gen 的话呢，就首先把需要的 path 给建立好，比如说我这边有一个叫做 bar， 然后这边有一个叫 foo，然后里面再各自有一个handle 的 go file 这样子。
然后呢，我会再把就是这两个 function 分别带到里面去，比如说这个叫 foo， 然后我就贴到里面，这边就改成我要的 HTTP method， 就是 get。然后这边就把 bar 放到 bar 的 handle 里面，也一样改成 get。然后在准备好这两个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routes go 的这个 go file， 然后里面是写了一个叫做 route gen build。其实这边就是这个位置就是告诉route gen 知道我之后产生代码的时候我是要去取代这个 function 里面，就其实有点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 Google 的 wire， 其实就是告诉他在哪里开始产生那些相应的 route 的代码。那这边我等一下会示范一下。好，当设定完之后呢，我们就在这边再写一句叫做go generate 的command。这边就是告诉 RouteGen 知道我要产生哪一个文件夹底下的这些 path。好，当整备完之后呢，然后这边再跑一下 go generate， 这边就可以看到有一个 go generate 的 file， 然后这边就是把就是刚才这个 build 里面它的 function 就取代成了一个 bar， 然后去到这个 bar 里面的 get， 就是这边，然后 foo 就是到另外那个 file 里面的 get 这样子。然后我们再把原本的 server 这边就是 call 这个build route， 然后这边要传进这个 engine 进去。好，那这样就可以完成我们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server。 然后现在跑一下，然后我们再到我们的 localhost 的 foo， 然后这边就可以看到web server 就已经建起来了这样子。 OK， 好，然后刚才 demo 完之后呢，我会再说明一下 routeGen还有支援一些什么样的功能，去配合不同的 Web Framework， 像是Gin 啊、Echo 这些比较多人认识的 Web Framework， 其实都会支援这个 Wildcat 或者是 Named Parameter， 所以 RouteGen 其实有相应的相对应的使用方式。像是 Wildcat 的话，这边就会用一个 Underscore 去表达，当你把资料夹命名成 Underscore， 就代表之后产生的 Route 之后都会使用 Wildcat。然后 name parameter 这边就是会用一个 underscore， 然后后面再加 name 去表达。然后至于这边为什么要去，我要选用 underscore， 是因为 Golang 的 import path， 除了英文跟数字之外，其实就只能用underscore， 所以这边做法其实有点 hacky。然后另外一个资源的功能就是 subrouse。前面我们说到我们的资料夹结构，就是每一个资料夹里面会有一个 go file， 然后里面都会包含 HTTP handle 的 code。 然后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怎么好像看起来怪怪的，怎么跟 PHP 啊 JavaScript 看起来会不一样呢？如果我们把档案架构可能变成右边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再多一层资料夹，看起来会更加的直观。这样每一个 go file 里面都会有各自的 HTTP handler， 看起来好像也蛮不错的。但是问题就来了，因为 go
不允许在同一个资料夹的 package 里面有相同名称的 function， 所以这样的写法呢会导致无法编译。所以我就开发了 subroute 这个功能，可以让开发者有多一个方法呢去建议 route。首先就定义一个 type， 像这边就是 login 和 logout 这两个 struct， 然后在各自的 type 底下再去定义 HTTP handler， 这样就可以解决先前所说的重复 function 名称的问题，然后也可以让资料夹看起来更加的干净。刚才说到的 subroute 功能，预设呢会跟着你定义的 type 名称去命名 route。就像这边就是你的 type 叫做 logout， 那它就是它的最后的那个 endpoint 就是叫 logout 这样子。因此呢，如果你需要在路径上面再加上像是分割号的话，那单纯命名这个 type 可能会无法实现。所以我也开发这个叫做 subroute alias 的功能，可以让开发者利用 comment 去标记你想要把这个 route 改成什么名字，这样可以让就是这个动作更加的灵活去修改这样子。之后再来介绍就是这个 middleware 功能，然后首先来简单介绍一下 middleware。 这边会举一个其中一个 middleware 的使用例子去说明。假设你的 server 是长这样，有这些 endpoint， 然后我是希望橘色这些 admin manage 的后台操作的网址可能要需要去被保护起来，就像是可能一定要通过 token 的验证才可以进去之类的。然后你除了可以在每一个 route 的 HTTP handle 上都加上验证之外，也可以单纯在 admin manage 这一层加一个 middleware， 像是旁边这个流程图，就是你只要加了一个 middleware 进去之后，就所有进去这些 path 的 request 都需要经过 middleware 的验证它才能进去，这样子，这样就可以确保在这个路径底下的网址呢都会受到保护这样子。那这个 middleware 的实际操作方法呢，就是你只需要在资料夹里面加上一个 go file， 然后里面写一个叫做 middleware 的 function。下面这边的例子呢，就是我要验证 HTTP request header 的 token， 然后如果是 valid 的话呢，就让它过，不然就直接推掉这样子。这样最后在generate code 的时候呢，就会自动把你放 middleware 的资料夹里面的 path 都 group 起来，然后再一起套用 middleware。这边就可以看到admin manage 底下的 routes 都被这个 middleware 所保护起来这样子。然后可能大家都会留意到今天的 demo 跟讲解都是用 gin 这个 framework， 但其实基本上 WildGen 可以支援任何的 Web Framework。 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 JSON 的文件定义了这个Web Framework 的资料，像 Gin 的话呢，我就会把这边的 Type 定义成就是可以支援 Gin Engine 或者 Router Group 去识别它是一个就是 Web Framework 的一个就是 Variable 这样子，然后再去定义这些 Framework 它支援哪一些 HTTP Method 的 Selectors。像这边可以看到，就是可能像是Gin 原本就可能就是 support 这些 get 啊，然后 put option head 之类的，然后再来定义最后再来定义这些 selectors 要被 generate 成什么样的格式等等。然后像这样的话呢，如果当你需要比如说也要支援 echo 这个 reframer 的时候，我只需要加一个 JSON 文件是针对 echo 的，那就完成了。那这两个 Gin 跟 echo 的Reframer 呢的 JSON config 我都已经预先放到了 WildGen 里面，如果开发者是就是用这两个 Reframer Gin 或者 Echo 的话呢，就不需要自己再去弄一个这样子。但如果你是用其他的 Reframer 的话呢， WildGen 其实也可以让开发者在 Generate Code 的时候读取自定义的 JSON， 那这样就可以基本上就可以支援其他的 Reframer。如果大家就是写了其他 reframer 的 JSON config 的话呢，也欢迎去发一个 pull request， 那这样就可以让 WildGen 就是预设资源更多的 reframer， 而不需要去做额外的设定这样子。在开发这个 WildGen 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 Go Generator 真的蛮方便的，可以让开发变得更加轻松，同时也不会就是影响 runtime 的 performance。
所以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做一个 GoLang 的 Code Generator 大致上的一个流程，然后还会用到什么 package。然后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可以想一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Code Generator 可以做，就让开发更加的方便。我这边会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示范一下 Code Generator。就首先就会读取左边这个 dummy function 上面的 comment 字句 hello world， 然后再去做一个 code generator 去产生右边的代码，变成 print hello world。 那首先呢，就是要用 code packages 这个 library 去 load package， 这边就是预先要去做一些 config， 就是设定这个 mode， 就是意思就是说有什么东西是需要去解析的。那如果你要的东西越多，那它就会可能解析的越久，然后再加入一些环境参数，像是你的 work directory 啊，你的environment 还有 flex 等等，就会最后就会得到 package 这个 packages 这个 output。 然后你拿到 packages 之后呢，就可以在里面读取每一个 package 的 file 跟 ast 等等。这边例子呢，就是filter 所有的 function 类型的宣告，然后再找出哪一个 function 的名字叫做 dummy， 然后再找到这个 dummy 的 function 之后呢，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拿到这个 comment 的字串 hello world。 然后找到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 string 放到 print 这个 function 里面。这边我用parcel 这个 library 去帮我们生成这个 expression，然后接着呢，再把整个的 function 的 body block 取代成刚刚生成的那个expression， 就是 print hello world。 就再把原本的 comment hello world 给删掉，最后你就可以用 go printer 上面用 go printer 把上面就是修改后的 ast 给 print 出来，就变成画面上面所看到的 go 的程式码。这边用到的 AST 啊、Parser 跟 Printer 都是其实都是 GoLang 原生就有的 package， 所以用起来也很方便。然后网上面其实也蛮多 reference 可以参考，我觉得算是蛮容易去上手的。好，这边就有一些我觉得还不错的 Go Generator 专案，然后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玩玩看，然后也可以想一下，平常会不会有什么觉得需要很多重复 copy code 的地方。或许可以做一个code generator 去让你的开发变得更加的轻松。好，今天的分享就大概到这边。最后帮公司宣传一下，我们是林马科技，目前呢在征才，然后有兴趣可以上 codezero.table 去参考看看，也欢迎等会找我们聊聊天这样子。这边有个 QR code 是刚才介绍的 RailGen，欢迎大家在上面发 PR， 或者是发表一下你对于 GoLang 上面实现这个 File System Based Browse 有什么看法，然后如果觉得有帮到你或者是能带给你一些灵感的话，也希望能给我一个 star 支持一下。最后就是 QA 时间，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问或者是想讨论的，谢谢。问题的话，我们有，就是我们社群有准备这个 GoLang 的证件的袋子，对，然后如果有问题的，我就送一下。好，有没有想要问？可以再说一次，刚才不是很听，不是很听。这里其实主要我在 generate code 的时候都会用到Go Printer 这个就是 library。那其实它是会先把 code 验证成没有问题之后，然后它才就是把那个 AST 给 print 出来。然后其实
因为最主要这些 code 其实都是在 compile 之前是自己生成，所以就是不会有这个就是在 runtime 的时候被 inject 的这个风险，因为就是基本上你的 code 你都是在 compile 之前你就是自己可以去管理的这样子。基本上是，但是刚才有提到有一个叫做subroute alias 的一个 function， 其实那边其实可以把就是你那个 route 再改成有很多 path 在后面，然后它也会把那些 path 给就给 generate 出来，也会有就是可以很长的，就是会有很长的那个 path， 所以就是变成如果真的是有一条或者两条很长的一些 path， 你需要就是可能。就是在 generate 的话，那你可能就是可以用这些方法这样子，或者你可以就是用wildcat 这些或者 name parameter， 就让它就是在收到 request 之后，然后再去 pass 它是要去再做什么这样子之类的。请说，请说。其实这个 project 最主要就是目前还没有真正的在就是 production 上面去使用，因为我都是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想说会不会在 Go 上面如果也能实现这个就是 file system based route 会怎么样，然后其实我在就是那个 repo 里面也有写到，就是目前其实还在就是看会不会接受到其他一些意见，然后去再可能看一下会把这个。因为目前之前就是把那个我是主要是支援其他的一些现有的一些 framework， 就看能不能就是可以把一些现有的一些 project 去 implement 这个方法，但如果就是可能最后如果是可能是自己写一套 web framework 的话，或者会怎么样，然后这个其实还没有想到这样子，所以就是也想看一下大家对于就是在这个 Golang 实现这个File System Based Route 有什么看法？因为我之前好像有做过一些 research， 就是好像基本上只有这些像 JS、PHP 这种script language 才会就是有这一种写法。然后好像看过Python 啊、Ruby 或者 Go 好像都没有人做过，所以我想试试看，然后看一下大家会觉得这个方法有什么好处之类的这样子。对，谢谢。有，是之前有想过就是可以更加方便的去 generate document， 因为现在就比如说用 Swagger 那些就是可能很多地方都要去手动去改，然后就是它原本官方我不知道是不是官方就是有一些generate Swagger 的一些 doc 的一些 generator 好像用上去也感觉不太好用，那我觉得就是用这个方法的话可能会就是会把那个架构会更加简洁这样子。对，我觉得是一个可以去尝试去做的一些只是一个方向这样子。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 RailGen 有什么功能就是想到可以再加的话，也可以欢迎在 GitHub 的 discussion 上面去发表，或者去跟我们聊聊这样子的。谢谢。